今天是个好天气啊，没有太阳。我给他爷俩安排个活。今晚赶紧回来呀，别跟那儿熬。咋了？今晚回来，我还想去给他拍入园照嘞。上幼儿园了，那照啥？上幼儿园不得有个证件照吗？学校都没定了，急啥了？早啥了，现在都八月中旬了，剩十来天。虽然你幼儿园没定，但是你不管上哪个幼儿园都得有那个证件照啊。我趁现在咱不忙，赶紧给这事儿给他办了。那也该定了，都是八月中旬了。啊，快开学。剩十来天。那咱俩先去见呗，先见头去。去吧，去了我白熬鸡，赶紧回来啊，赶紧见好看点，叫他。跟妈说拜拜。拜拜。妈妈能走下走。啥？妈妈走，妈妈不走，能把咱俩去吧？咱俩去，好吧？咱俩去剪头。逛个店儿，桌里理发店满了。来吧，那爷俩一块儿啊。咱剪好看一点儿。别怕啊，看着镜子啊。真乖呀。咱第一次享受他那儿洗头，是不是？是。呀，来家整那爷俩的头发。咋样？你真是爷俩黑了一个样。走，拍照去。拍照吧。没来干儿拍这个证件照了，这是之前干儿。拍那个一岁两岁拍照片的地儿，然后给那个姐一联系，她给俺送了一本。叔在等着你了，进去吧。好，穿个小马甲，小衬衫。来，过来吧。是吧？是你啊！你小脚并住，站直。站好。好，哎，立正。这像警察不行。哎，那是经理了。快说说，是你说我是警察。胡桃林，好，站好不动了，看叔叔。咱来第一个证件照啊。这个先这样拿着吧。好嘞。抬头。哎，抬过了。这样都行了，立正站直。好，你说我是警察。嘴巴闭上，不用张嘴，看叔叔。看叔叔，立正站，好。小嘴巴闭上，头放正，站好。嘴巴闭上，闭嘴，闭嘴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几分钟？三分钟，拍完了。拍完了，不过他现在上面有几个那个正在拍那个全家福的和照片的，他现在洗不出来。我想着现在就是立马能洗出来了，他还得修。他说估计到明天了，明天才能出来了。俺那第一个人生中第一个证件照啊，好看不好看？等会儿叫恁爸瞅瞅你穿的那个衣裳。